跟着再做一遍。我上次调查的时候，听说还有二维的时候用过二维的人，据说还不少，对不对？所以你们这二维有多少奖励？还是好的，这个上次的混合。这不就很简单吗？以后你们想去不快的想上学，就请他来请教。这个工具应该是波段切换器，你们可以用各种手段来看不同波段之间的变化。今天你们这个不来，稍微还有不快的时候。然后这里都可以调节速度，比如说要快速切换。这是一个美国的 Everest 图像，美国这是大概在90年代初美国人造的一个出来使用功能，这个仪器非常成功。这个仪器在这个地方，就这个图的所示的地方，这个乌拉的维修的那个，我去所以说现场有些什么我不知道的，那个美国还有我长期也只有一段时间二十年，是这样的图像。你们可以看到不同波段切换，不同的对象是有变化的。为了看清楚，我们就看这一块。这个上次我跟你们说的是它的圆，对吧？它的变化，还有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应该是高岭图，你们还印象吗？对吧？这变化是不一样的。然后这白的没怎么变，对不对？黑的好像也没怎么变。然后再看这个地方变化也不是特别大。对不对？就这些东西，为什么？你看到了，我看到了三样不会变的东西。这个地方你们看了也不怎么变，对吧？波段切换的不怎么变，这说明它波段之间没怎么变，这波段根儿不均匀的。对，我们看一下这个波段，你看看，有曲线。整体要平平的，为了不对比，对比我们这里看的粉色的，完全不一样，对吧？再来看这个蓝绿色的这块，蓝绿色、黄绿色的，它不有差别吗？绿的、红的和白的，对不对？然后这还有个紫的，这刚才这是上堂课我给你们看过的四样东西，它的光谱各有差异，对吧？而且这种光谱。我们在光谱库里头也看到了，上课你们有印象吗？有印象吗？有啊，对，有印象，没问题。
觉得好像确实是分三段，我再给大家确认一下出来，好吧？在某个方向，哎，这方向看来是那个，我再来看看这是啥东西。就这个，你们看到了吗？你们再来看这蓝的，我确认看蓝的出来，看见了吗？这个蓝的是不是就是这个部分的核心那部分？这个界限能看出来吗？看出来了没有？确实效果。但是你们可以看到，我这个蓝的强化是这个，我不是四个灰的、粉的、黑的、粉的吗？是不是看出来这个灰的比较黑的部分？就在这儿，恰好是这样，对不对？我再来转，你们再来看。看到这个蓝的那部分确实是比较突出，又跟那个是吧？区分出来了。有意思吗？你们啊，没意思。没事，没事，没意思。我天天让你看，每堂课都让你看，啊，慢慢看出意思来了。我们再来一下，把它转慢一点啊，速度转慢一点，慢慢看。这时候转的慢了，是吧？慢慢转，可能会更好看。我们说过，上堂课已经说了，这些点和点之间相互关系没变，对吧？就像你们这些人坐在那。上堂课我还说到了另外一个东西，就是我要给大家带一套光谱仪来来套，但是我现在手上有一套没用，那一次拿到外面去，拿了一块全新的，全新的光谱仪，快留给这边，你们到时候自己去赚点吃光谱。那么我现在，咱们上课之前继续把这个新的部分看一下，好吧？好，然后你们来看看光谱是什么样的，我们上次不是也是光谱吗？像。那么一是新的，所以说我先给大家说一下是一样的。这是个光谱仪的看头，这个是紫外到可见线红外的一个光谱仪，范围是200多到800多一个光谱仪。这是它的数据详细，是数据详细数据线，它不需要电源，电源就是有数据线接入，所以只要跟电脑一连就可以了，因为每个人都有电脑就行。然后呢，这是一个光纤。光纤呢就是新的，然后我现在给你们连起来啊。这一次，所以你们用的时候一次一定要保护，我的光纤一旦装上，我设置的规矩吗？我的光纤一旦装上，你们就不要再看我了，因为一定就要重新标定，好不好？这是一个数据线，
我拿上来。啊，好的。好。因为太阳光是比较稳定的，对不对？是不是？那我刚才说的那个，就是拿平均或以太阳光为准再来看。这里头我再增加几分时间，2毫秒，3毫秒，4毫秒。
绝对对你没有好处，好吧？那我这个仪器我就不再演示了，我们就再继续下去，好吧？我仪器收了啊，软件到时候发给你们，通过那个咱们那个助教发给你们，啊，就按照程序。然后我这次那个做完了以后，通过我们要给你们那个。谁发表了？抢先发表了，你们在科学院学报上发一个，你们不是毕业的吗？这些学校，好吧，我们支持你。然后这个因为光纤所以不能折，你们自己看着自己看吧。下课的时候就你们就拿，这一次结束的时候就发给你啊。好，那么我上课的时候 PPT 相对少一些，你们也看到了，有点少。然后我先把这个东西。
蛮吉祥的。I 等于 I 括号 lambda x y t， 这意思你们都知道，对吧？然后第二个表达式是向的表达式，我们上次说了，波是一个物理量，相对零或物理量的变化，对不对？这是一个分布。那么向的表达式，我上次课的时候做过一次调查，就是我问知道高光谱和高光谱遥感的差别有多少，为什么不多，对不对？我通过这个课这部分的讲座明白这个东西。好，那我们讲高光谱遥感的话，我们的一步一步讲，好吧？先说一下，你们没事盯着这个屏幕看一看吧，这个屏幕
四百纳米，第二个最，第一个最有了吧？啊，第一个最四百纳米和2500纳米，这两个过程总数它对应的频率，假定光速是30万。400纳米和250纳米的频率，对吧？2500和400和2500纳米对应的频率啊，那么你们算出来以后，你们就知道这个数会多大，大了以后你们就知道了咱们的激光脉冲会是什么样子，好吧？好，那么这里头随着光谱来。这是回复的，因为这是门基础知识。然后，在光谱这个范畴里头，还有一个谱段的概念。谱段呢是一定程度的光谱范围。那么我们的谱段可以是从波长可以从零一直到无穷。谱段，那么我们刚才说了这个关于光谱的概念里头是这么一个表达方式。那么我们已经说到了 A 表，对，跟雷姆达有关的一些概念，对吧？我们说到了波长，说到了频率，对不对？这个已经说了。那么频率的单位我们已经说了是秒分之一，是赫兹。波长的单位是米，那么这个单位米的话呢，跟米有关的单位不可以，厘米，这个分米，千米，厘米，这都可以的。那么这波长都是在，我。最长波长，你们知道有多长吗？光的，当然无线电波了，对吧？无线电磁波了。我接触过的最长的有地球半径、地球直径那么大，这个波长，这样超短波，对，它能超那个地球超过去，对。那么我们刚刚会有高光谱遥感，通常用的最多的单位是。波长为例，考谱段。那么在整个这个光谱域，它可以从零到无穷大，就是谱段这个光谱范围，对不对？从哪到哪的问题。那么这其中有几个比较典型的位置，好了，就是以太阳光为准的和人眼为准的，这个地方有一个单位用微米来表示啊，用微米来表示，那么在0.4。七。
他的程序。那么再往上走，这中间有微波，微波。
然后在这些负担范围内，我们再做一些特征的划分。通常的遥感，就通常的遥感，就通常的高光遥感集中在眼大区，一个是这个区，一个是这里。我们刚才的仪器就是这个区，好吧？那么这个我们通常就叫可见角膜遥感。
太阳光是六千度高温的黑洞辐射相当于零，那么普朗克定律你们学过吗？学过，对吧？那普朗克定律我再来一次。普朗克定律，维恩维律，维恩定律，这个定律。吸收。
家最多的时候，对吧？然后是吧？我前几天体验了一下这个感觉，我到全到学校实习的时候，感觉就是在体验。然后你们再来多学习，对吧？那么在这里头还有成年的，还有这个，对吧？当然除了这两个字以外，熟悉是最多的，对不对？还有二氧化碳，还有这个，对吧？咱们呢，我们说了，这臭氧主要吸收的是紫外线，就是咱们这个北京的天气。你们女孩子，特别是出去旅游的时候，不怕紫外线，别看到我的脸了。其实我原来跟你们差不多。就是被紫外线照的好，那么这些都对这个进入大气层里的，这个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已经是原始的太阳光，对不对？这个是大气层里的太阳光，原因是这个叫弗朗克飞线，弗朗克飞线很窄，但是信号很强，这会吸引到太阳大气层非常大。所以只要弗朗克飞线地方是太阳表面光的，咱们地球上是接不到的。这些线都到底了，都是到底的，到底的地方。叫弗朗克飞线。好，到目前为止，处于一个思考题。你飞去，因为刚才是有的同学听这个南极圈和弗朗克飞线有点迷茫，那么你回去翻翻，这个是做思考题啊，练习题。回去翻翻大学的普通物理化学部分，然后找找弗朗克飞线，或者你们手机搜一下弗朗克飞线是什么概念，你们自己思考一下，好吧？弗朗克飞线。所以说，你们这个大学啊，你们这4年和真正的大学毕业还是有距离的。你们这所有的知识都要在生活中用起来，而且在生活中都能找到对应的东西，好吧？你们现在不是我批评你们。贬低你们，你们还有欠缺，还得努力。光机所的同学有什么应该不知道，好吧？要不然你们以后研究光机，弗朗克飞线啊、大气石油带都不知道，你光机研出来也是白搭，对不对？上了我们的。
把这个这个非常好。然后我们知道大学的学历是非常多的，对吧？当然大学的学校也是，这个天上就差不多了。所以说我们在然后通过这些以后，这个大学以后就称为时代法，零点七六的纽约时代法，然后零点四二点五到二点三七代法，然后五到八时代法，对吧？那么这些除了时代以外，就统统的就是大学时代法，就是只有这部分该不成都过来把地球照亮，然后我们才能要它，理解了吗？然后只有大气窗口，所以所谓的大气窗口就是开关的通过量。那么这个透射，这个透过来的，这个透过的这个率越高，这个效果越好。那么主要的大气窗口就不是这个，刚才说了，就是就在这个区域里头，是一点四到一点九这两个水汽吸收带以外的其他部分都是属于大气窗口。然后呢，中空脉是五到，刚才我们说中空脉是五到三到五，热空脉是八到十四，其他的五到八呀，二点五到三都被吸收掉了。这是我们体外环境大气窗口。这个我的这个说法有了垃圾沉底的，也就是说我们研究太阳可以用除了富氧和废铁以外的其他地方，对吧？研究太阳大气就有那个，然后我们在地球上我说了就有大气层，那么根据刚才这种分析过程，我现在再来问你们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在四合体里不是对的。我如果要看它水下，它是水下的话，咱们可能过去以后要走，咱们现在国家的那个局势不是面向全球的，现在在还不错。那我们以后肯定要看它水下的东西。你们面向水下的时候，你们想想，水窗口应该在哪？或者怎么样来分析这个水窗口？对不对？到了水底下，看水底下的东西，是不是要水窗口？被水吸收的肯定，对不对？那么你们感觉一下，水窗口应该是什么样子？你们自己去查或者去研究一下，这是个点啊。那么同时，你们再看，在这样的窗口条件下，你们再问水下通信怎么来解决？这个跟我没关系，但是这个知识都是相通的。水下通信怎么办？你说完就是咱们钻到水底下。或者潜艇到了水底下，怎么跟外界通信呢？对不对？那你们知道在大海里头有各种各样的声呐，听到没有？声呐，那你们听说过在大海里头有什么光呐？什么？然后你们可以就通过这个，你们就可以导出来，在水下潜艇要把信号发出来，是多么困难，不行，只有声子。其他的还行，就是来通过机械振动来传递信号。光，你们这是根据光学的大气窗口给你们额外延伸的水，因为我们的高温遥感其实包括水和水下，你们自己回去思考一下，好不好？哎，这种题很那个，你别看这个水下啊，这个水下说不定让你们某个同学发了一篇论文。毕了业得了奖，我在课上给你们出题，其实都是这个意思，好好做。说到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在以后还要讲，我给大家再出一个思考题。这个思考题到咱们这个课的快结束的时候再给你们，当然你们自己可以找到答案。你们男女同学啊，应该都结伴去公园里玩过，不可能。
就这个了。那我们还要关于这个的，对吧？这个东西没讲，这是什么东西？对不对？这是别的，关于爱的一些概念。我们现在刚才讲了，上堂课讲了谱，这堂课讲光谱。我们先讲光谱有关的概念，啊，然后我们再来讲光谱。这个爱，爱是什么？爱就是一个物理量，对吧？那这个物理量呢，我们就叫它强度量，是光的强度量。光的强度，光的强度量，光的强度其实最重要的是光能的量强度，对吧？所以说它可以是以下这些概念，它可以是能量。
跟瓜托亮有关的，还有个瓜赵董，赵董，赵董，这是 In Radio， 就是赵董，他的单位也是赵董。不过通亮一般都说来是从内部外省，这个关于赵董是从外网民族变成赵，就是广东。赵董一下，那么这也可以解释，我离这位同学很近，离那位同学很远，那么你们的量跟我是一样，对不对？是不是？你不觉得很神奇吗？我离你这么近，离他那么远，为什么他不爱你，我他爱你，他爱你？你知道什么？
要单位基础，既然有单位，像我直接可以回到整班，对不对？如果我现在又一个思考题来了，这个上又一个思考题来了，哎，讲不上是要十年还是六十年？十年是没有，那你才有时间，不是吗？是，是吧？你说我欠你们的，我会还的，但是今天才能回你们，我明天要赶到东莞去，我今天要早点回去准备一下。今天不给你们拖堂了，好不好？那我怎么办？
一点到，这个单位，看到吗？好，再布置一个作业，你们不要麻烦，这次的作业多，但是作业你们是可以选择，我还是觉得软一点，或者原来多，你们可以选择不做，最好做，啊，绝对对你们有好处。我说了，量度单位是这个，对吧？但是我们在高光谱遥感里头，通常要用的量度单位是这么几个。我跟你们说，这是一个国际标准的，对吧？国际标准的立体奖，你们知道什么？那我还是再给你们讲一下立体奖啊。好，那我再给你们讲。那么我现在先给你们米平方，这是面积，对吧？米是长度，对的。这米平方米不是一个概念吗？如果这两个合起来，它变成体积概念。现在我要你说出来，而且做这两个单位之间的方向代号。不要，你们别着急，别着急，我听一下，好吧？好，这个，那么我说了啊，我跟你们说了 D lambda D 2 lambda， 那么最后在一些概念上还有一些新的，我再跟你们说一下，是因为刚才这个地方说出来，因为你们不知道立体角。那么我这个地啊，我再补充两个概念。首先，这个立体角是怎么定义的？这立体角按理说不应该在我们的课堂讲，你们都知道。立体角是怎么可以啊？这角度知道怎么定义的吗？角度，角度是弧长除以半径，就是 L 除以 R。所以角度本身是没有真正的单位，对吧？它是比值概念，对不对？角度没有单位，它属于一个度啊，是我们认为。所以它也没带，面积除以 r 也没带，所以派本身就不带，所以说我们这个立体角可以说是派是派，派也可以说是带，但是这是定义的，直线单位。立体角跟你有啊，对吧？那么我再补充一个，在我们高中要的里头非常常见的一个另外一个单位，叫波数。知道哪个同学知道吗？哪个同学波数的可以上来讲一讲？光技术的同学应该知道波数是什么。举下手，谁知道波数的上来讲一讲？因为在我们的高模遥感里头，用波数做单位的也很常见。那么你们不知道，我就给你们讲了啊。波数呢？定义一厘米这个长度，里头有多少个波？我说一厘米这个长度有多少波？一厘米里头有多少个波？就波数，所以它单位是什么 ？cm 负一或者没有 cm，
对错，